让民众得到不法的利益，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话，就是图利。市员林敏就上个日即阵时阵，针对着学校边来开着无人的情趣用品店，市会相关局处的管理稽查，无出违心，只是互相踢来踢去，提出着炮轰。送伞，那个给社会局局长，然后送球。屋子里面撑伞好像民俗上有点不好，我知道您的诉求。林敏就是表示讲，依照着《儿少法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规定，业者申请着这条时阵，要肩负着相关证明文件，经过着商业的登记主管单位登记，才当来做着营业。条例规范相当清楚，警方局应该依法来审查店家是毋是来设置伫鼓励下校超过200公尺。但是台南市确实无安尼做，甚至阁将采取着这断水断电的责任来撒给社会局。陈情的家长告诉我说，他已经跟你们陈情到现在，最起码2年多来，金花局完全没作为。你想家长会怎样？当我去了解儿少法之后，你们既然定的一个叫做作业规则，我等一下才来说明啊。作业规则，你把这个业务儿少法的业务变成是那个社会局要做，所以说呢，我来送给你跟金花局哈。礼物啦，让你们好好的去检讨一下。里面就是来讲，警方叫伤过消极了，无积极来辅导业者来这搬迁加转业，而且发条相关登记嘛，无确实正无作为，将主管的这监督责任来撒给社会局。里面就同时嘛，要求着大会主席应该来裁处。依照着儿少法，将警方叫无依法来行政的相关的细节来移送到检调。南天新闻台以下议会采访报道。